上海的桥下可能就是怎么说喊麻吗？
叫查證公司冇開牌。呢個唔使。咁如果我要去兆康嘅，我咪行翻。哦，要钱哦。就咁样包。
十月同兩蚊，搭條短途嘅又係兩蚊，食啲嘢翻睇。咁我搭得電嘅都搭到兩蚊啦。咁我用錢搭咗啲近嘅咧，唔行啊。咁啊，我硬係攬到呢個兩蚊嘅。Thank you.